状不规则的满色红粉，如果可以多来几块冰糖葫芦自由，不就指日可待了吗？说到葫芦了，就这上窄下宽的料形，别说，确实还挺合适。但材料一侧连接到材料的下方有一道很深的裂纹，这就免不了需要花点心思好好研究一下了。我们根据整体的料形走势设计成一头狮子，呆萌的表情匍匐着一枚铜钱，大有招财镇宅守护平安之意。以狮子的腿部线条规避掉裂纹，最大程度的利用材料，使其得以完整的呈现。萌狮的表情凸显了艺术的多样性和包容性，它不仅满足了传统文化图腾的要求，还为传统注入了一份新颖和有趣的元素，不仅带来了新鲜感和趣味性，同时也保留了传统文化图腾的重要象征意义。